紧张的，蛮紧张。对，所以后来觉得还蛮好玩的，嗯嗯，就是可以跟喜欢撞球的朋友一起在电视上，就是一起收看的感觉。哦，那现在又不能举牌，会不会觉得很可惜？是也不会，因为我觉得在现场大家也是，就是真的很喜欢的朋友，还是会因为我们然后到现场这样子。嗯，对。那我今天也是到现场才得知这个消息啦。不能去的。对对对对对，嗯，然后实际情形我也不太清楚这样子。那就是可能要心情怎么样？听到不能就都穿这么美了，然后但是不能在电视上了，就是觉得有点小小的可惜。嗯。可是我觉得还是就是喜欢的人还是会到现场这样子。嗯Hello， 大家好，我是 Amber 小安博儿。那今天很开心呢，是第二次来到那个女子直撞的举牌现场。但是今天心情有点小复杂，因为可能眼尖的观众都有发现我们在电视上就是没有看到我们的举牌画面了。那今天也有可能是最后一次在这里了，但是大家不要气馁哦，就是小安博儿下一场活动呢是2016年的台北国际电玩展，那开展时间是1月29日。那喜欢我的朋友可以到现场帮我加油哦。